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这里有几种解释啊。嗯，什么叫普入呢？就是所入的处，所处是什么呢？是宫殿。他的智慧了解众生心，但是呢，了解众生心，众生不存在的，是空的，这是性体。从性体而入一些色相，色相就是众生所造什么业就有什么相，这个相是假的，业所造的业是空的，这都是光明意。空呢是比喻的意思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的光明，光明，光明所有的在世间能摄受一些世间众生，那就是法了。法跟相结合起来，他是学佛的，他的本身是佛的智慧，佛的智慧为能入自了悟心，是佛的智慧为能入。能入什么呢？能入众生的心，众生的心，众生的所思念，所有的思维，所有的动作，这叫所入的。入是通达的，到达的。佛的心能入一些众生，到达众生。经上说，佛自广大通虚空，普遍一些众生心，悉了世间诸妄想，不起爽意，不起种种意分别。这是佛字，这就是自了悟心，自了悟心。出现品就说着，譬如虚空，遍自一切色非色处。因为空才能遍，不是空有障碍就遍不到了。太阳的光无分别的平等的遍照的，如果我们盖到这么一个法堂啊，太阳它就没办法照入了。佛字是普遍的，让一切众生都得到，众生的业障它就障到了，见不到佛的光。含义就入世解释了。这解释很多的啊，大致是相同的，跟前头所说的都是相同的。不过在这个书抄上这样解释的，他把这个前头这些光，取光明，空呢就是所入，光明呢就是法，光明跟虚空都是智慧通达能入，身上的光就是照一切世间，就是照色的，智慧光就是照理的，也照色。太阳光只能照色，不能照理。你因为无相嘛，无相故，他照不到。他说有三种人：一者光入，一者智入。有时候不入，不入。
单有言语，而不入身，不坏身相功，就像像在镜子里面一样的，像在镜子里面，只是形象，也不坏相的本体，也不坏相的奢弱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依报当中，这尘世啊，在刹土当中，见佛，佛就是觉，觉就是心，其实是，主咒神的意思，说能舍此身，主咒神呢，能舍一些众生身，因为众生身的性体等遍世间，说自身、色身都是世间，这个世间怎么解释呢？自是性，自性跟你色身的身相，那心即是身，身即是心，身心相即，自光能照色，色能被自光所烧，就自性色性就是一个性嘛，就这样意思。佛这样来度一些众生，观一些众生的机，所以叫普遍。普遍，佛是没有佛字，没有分别的，但是得有缘，随缘得度。所以这个主咒神呢，他发起的一个会香的会香啊。观一切众生，生欢喜满足解脱。会香呢，智慧的香气，智慧的香气。洛圣庄严主咒山，德能放无边可那要法光明。放的让一众生，从这因上说求，从果上说乐。求呢就是希望，就是希望，说要得到，得到呢就是欢喜了，欢喜就快乐了。他在这个主咒山，能够像佛一样的放一切众生喜欢的。光明，这光明本身就是法，得遇到这个光明了，就像闻法一样的，就生起欢喜了。华祥妙光主咒山，将开发无边众生，生清净心解脱门啊。华祥妙光主咒山，他所得的开发无边众生清净信解心，清净信解心，咱们也有信，也有解，但是没达到清净。没达到清净，怎样达到清净呢？没有烦恼了，烦恼就是不清净。如果你感觉到你没烦恼了，那是一时清净。断了烦恼了，那是长时清净。咱们有时候起烦恼，起了烦恼了，你心里知道起烦恼了。自己能把烦恼降服了，降服时候清净，起烦恼的时候就不清净了，就这个含义了。这个含义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华祥妙光主咒神呢，它是开发
令无边众生他的那个清净的信解心，这是清净信解啊。咱们的信里头夹着很多就不清净，解呢就是了解的意思，了解的意思。咱们对于佛经，对于佛讲述的道理，我们信了，信了之后要了解，了解。但是在信的了解当中，掺杂有些个不清净的成分。那么这华香妙光主住神呢，能可以开发众生的清净的信解心，用法语来指引他，法语指他，令他对于真如实际理地呀，能可了解，就心开意解嘛。善根还没有成长呢，还没有发芽呢，让它生长，让它发芽，让它成长，而后那叶子出来就疏光，疏光就成长了。普济妙药主住神得极庄严普光明力系统门。普光明力是什么样子呢？是什么法都能够明了，都能够悟入，那叫普明力。悟得了，智慧显现了，显现了还得有利众，对，悟得了还得行，正得了才有力，才有力量，没正得了光明白效果不大的了，必须给人家解说，解说自己所正得的产生力量了，力量就是作用，这不是一生两生啊，旷劫修济，经过很长很长时间修行，这才成就的自庄严。积聚很多的时间说吧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无量劫，要积过很多的法，经过很多的行，完了自己产生力量了，光明就是智慧。你这样子嘛，产生力量才能得到解脱呀，能解脱了。喜作要作喜目，要作喜目主住神，得普开悟一切众生苦乐，开悟一切众生苦乐，皆令得法解脱门。若作喜目主住神呢，他得到一种法门，普开悟一切苦乐众生，都令他们得到法乐，苦没有了，开悟一切苦乐众生，在众生苦多乐少吧，那能让他开悟，让他得到法的快乐，那苦就没有了，法能解脱一切苦难呢，得到这个解脱嘛，但是世间的乐呀都是苦，乐是苦因，令他明白这种道理，要见理上的法乐，法乐是没苦的，但是这必须得登地的菩萨真正见到真理了，觉悟了，明心了，觉悟明心得正得，不是光明白就行，明白咱们现在都明白了，
明白我们这个妄心不是我们的真心，明白我们自己的本具的跟毗卢遮那佛无二无别的，那是我们的真心。但是呢，要做心目主着神，他能够普遍的开悟一些这个苦乐参半的众生，都让他得到法乐，再没有苦乐。这是这种方便开示。对，那只要正得悟入，都是出世间的，这法理上的法的快乐。这得登地的菩萨。官方普现主咒山，得十方法界插不生解脱门。如来的身呢，像云彩一样的，像云彩一样的。你说这云彩是有啊，是没有啊？是如来的法身体，说有不可以，不是有相的；说无也不可以。确实是法身是真性的实体，不是空无的。这要佛来说，要一些众生来说，那就差别太多了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色身，你说它有啊，是无啊？无现在就是这现在啊，受苦受乐它受着呢。你说它有，它随时死亡了，但是它法身是常在的。这种要根基说，要众生的基说，是骗于十方的。就是他在业作当中，这个业是空的了，是有是有，不是有不是真实的，业的性不是有，是不是空的呢？那他现在受报啊，他是不空的。要佛就不同了，要佛的是他是称理的，是一真法界以为身。那你说这个佛的法身是有啊是无啊？随缘四现。这个随缘的不是有。法身是空的。真性的离体，它能随一切众生缘，它是真实不虚的。说真法界不可谓之有，不可谓之无。随缘非有的法身是随众生缘的。他又不与四相，又能够显现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降生。其实有啊，这那他入了灭了，好像是一段故事，那这段故事又没有了。对，入世来理解这个道理，咱们讲太多了。从讲大乘起训来就讲啊，因此啊，这个是无差别智的差别。那佛四现度众生时候，随众生是什么缘？有个什么缘得度？那会儿是二乘啊、声闻呐。乃是菩萨呀，乃度十善众生啊，乃是现在十善业都没圆满，能够度他生极乐世界，到那儿去再修行去，再进修去，这叫做方便，方便，得到十方法界四现一切的身，这个叫差别身，差别身，说佛的身像云一样的，说有不可以，说无也不可以，说一不可以，说多也不可以，
说不可谓之无，成真法界不可谓之有，这是随缘非有的法身，不异四相显现入动中生，又是有，这种道理呢，就是使一切众生都能悟得，都能进入。大悲威力主咒身，得救一切众生令难乐。一切众生都在危难当中，得到难乐，就不苦了，也是离苦得乐的意思啊。不难，就是危险，令他难，那就得度了。就这个含义，善根光照主咒身，得普生喜足功德力解脱门。众生为什么为无明痴难所折住？欲望太多了，多欲。要断了欲呀，就不会在长夜流转了。这要靠什么呢？靠法，以佛的教授方法来使他明白，使他欢喜，使他有智慧，这就能让他离苦得乐。妙华璎珞主咒身，得生成普闻，众生见者皆怀疑解脱门。生成普闻，怎么能够生成普闻？你得有德呀，德觉悟了，有德性，德行就是他行的都是德，就德性，这人真有德性啊。因为有德行，就是他所做的都是积德的事儿，叫德行。有德的人，不但当时人都闻知道他名字，到未来无量生都知道他名字。现代释迦牟尼佛、毗卢遮那佛，咱们都知道他的名字，这叫德呀。还未来的，乃至到十方世界的，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介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介绍，不是介绍释迦牟尼呀、啊？佛佛都入圣，是弥陀经，十方诸佛都赞叹呢。释迦牟尼能在五浊恶世行佛道，不可思议啊，不容易。这叫名称普闻。福德智慧高于一切，都有实际的利益，文明得宜。尔时四现宫殿主咒身，成佛为力，普观一切主咒身而说颂业，赞叹佛的。前头已经在那个随个十个主咒身呢，他名字也都解释了，赞叹偈子是拿佛来对照，大字都跟那个前头赞叹的相同的，所以偈颂啊就不再做另做解释了。佛子入空无有见，光明照耀遍十方，众生心性悉了之，一切世间无不入。这就是普入世间的解脱门，四现宫这四现宫肉身所得到的。执着众生心所乐，入应为说众法海，聚义广大各不同，聚着慧神能悉见，乃至聚是语言，一句两句的。聚里头所含的义太多了，个个都不同，看对哪个机说的。这个具足慧神呢，他都能了知。
普观一切众生，都令他得利益，让他欢喜。佛法光明照世间，见闻欢喜不唐捐，是其深广寂灭处，此要庄严心所悟。这个乐庄严的主咒上，他得到了无边可耐的法光明，得到这么个系统嘛，他能放，他放出光明来，都无边的，都可耐乐的，但是这个光明是法光明，佛语法语无边量，能令见者大欢喜，最胜善根，从此上入思妙心心所悟，这是华光妙妙，这是华香妙光主咒山，他开发了一些众生，让众生啊生清净的信心，他得到这么个一个解脱门，能开发众生的清净信心，普入法门开悟力，况且修自悉清净，如是皆为摄众生持妙药神之所了，普及妙药主咒神啊，得极具光明普光明力，得这么个解脱门。但是前头这句话呀，是记妙药，妙药呢就是药是治众生病的，众生有种种的贪欲，有种种病，这是法药来治它，是那光明的力量来治它，这样来理解啊。种种方便化群生，要见要闻显受仪，皆令荣耀大欢喜，妙眼咒神入世间，要做喜目主咒神，他得了普开悟，一切苦乐众生都令他们得的法乐，十方应现骗世间，十方法实力应现骗世间，十方法界悉无余，体性非无已非有，直观方神之所入，这个主咒山观方就观十方法界差别的深，差别深不同，给他说的法也不同，法也不同，众生流转险难中，如来乃免除世间，悉令除灭一切苦，持解脱门悲力助，大悲威力主咒王主咒神，他得到救护一切众生，令他难乐解脱。从这个神的名字嘛，大悲威力嘛，而众生在这个流转险难之中啊，他能像佛一样的乃免，令众生把这些苦除掉，乃免就是他悲心了。众生难法轮融息，佛为说法大开晓，及时得乐除众苦，大善光神入此门。光照主咒神，他得到一个令众生的都喜欢都圆满的功德力，得这么一个解脱门，生喜足，就是生欢喜，能够得到这种功德力。如来福量通虚空，世间众福悉充生，凡有所作无空过，入世解脱华应德，这妙华应落主咒山，他得到什么呢？生成普恩，众生见者皆怀疑，见者怀疑嘛，闻名也怀疑，生成普闻嘛，闻到的声音众生就得到利益，这是十个主咒神，主咒神。
以下还讲夜神，有昼嘛就有夜嘛，有白天就有黑夜嘛。这是善财童子所参学的善友，都是十地菩萨，十地菩萨见解深广，迷惑众海，法门难思啊。普得尽光主咒神，得寂静禅定乐大勇见解陀门，悉眼观世主夜神，得广大清净可耐药的功德相解陀门，护寺精气主夜神，得普现世间调伏众生，调伏众生解陀门，寂静海音主咒神，得极济广大欢喜心的解脱门，普现吉祥主夜神，得甚深自在乐意言音解脱门，普发树华主咒主夜神，得光明满足广大欢喜藏解脱门，平等护育主夜神，得开悟众生令成熟善根解脱门，游戏快乐主咒神，得救护众生无边慈解脱门，住根常喜主夜神，得普现庄严大悲门解脱门，四现净福主夜神，得普死一些众生所乐满足解脱门。这十法啊，十个主夜神，有十个主咒神，就有十个主夜神啊。夜是夜间了啊。普得净光，他得到的寂定禅净乐大勇见，就是善财童子离垢地的善友，他得的法门呢叫寂静禅定乐普游步，普游步就是他勇见的意思啊，普游步，这游步就是走啊，普游步，身体勇见大勇见，但是这是要法说的，但是呢，他得的是寂静的禅定，禅定是静意，是定体，提起的作用，得着这个定体了，得到法乐了，就住于法，所以以法为乐，故名为乐。大勇见游步，那大勇见就是定的用，见你的身体健康，勇呢，勇是无畏，见佛的清净的游戏神通，所以叫勇见游戏神通，你们游步，前头讲游步嘛，勇见广大就成普德，没有惑与智慧聚就成净光。勇见部可以这样形容，他在立生的事业，勇猛，勇猛健壮，不畏惧，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定体，得定体所有的入力一众生的妙用，意思就是说是没有惑言都与自具，没有惑跟自相合了，就叫净光，普得净光嘛。悉眼观世主夜神，广大清净可耐药功德相，可耐药的功德相，
前面是离垢地，离垢地，这是发光地，发光离垢发光散耀。笔名喜目观察众生解脱，他有大势力，有大势力，得到菩提闯，菩提闯把一些烦恼摧伏了，就解脱了。解脱本身就是德，叫解脱德。化度众生，周遍的意思，普化一些众生，这叫大势力呀。由大势力化度一些众生，就是广大的意思。要身要心，没有祸眼了，都清净了。所以普喜，谁见的都生欢喜。因为大悲心跟我说几句德相。说几句德相。所以叫喜目广大清净可耐药。喜眼呢，喜眼眼就是目，说是喜目观色。这个主夜神，是不是夜间本来是黑暗的，那他的眼放光明，对，观一切世间，黑暗的变成光明，为什么呢？垢眼除净了，就光明了。护视精气，普现世间调伏众生，就拿着实地来配的啊，这宴会地的善友，他得到普净众生的妙德，护视精气，就是救度众生。夜间呢，众生容易失掉精气，这都是主夜神，是不是？这显他法门的不思议。说有感必现前啊，你要感，他一定令你清净。从里面念三宝，念三宝就是感，身上并没有说念这个护世精气昼夜神，念他的名号，这个不是这样的。对，说你念三宝，这都是护法神嘛，他现在是随着这是华严经的护法神众嘛，但是都是地上的菩萨，宴会地的菩萨，寂静海音主夜神的极具广大欢喜心，这是南圣地的圣友。寂静阴海，念念都出生了广大喜，念念出生广大欢喜，念念怎么念？念念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念多了有了力量了，集聚所有念佛的力量。对，所以见佛利生，你念佛你就得到利益，得到利益了你心里生大欢喜。咱们见着佛像，或者咱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或者见念时候是自己念，是声音自己闻呢，对，见闻呢，是见佛修的是欢喜音，你得到快乐了，快乐就是庄严，以庄严眼里的快乐就是果，那众生得到这个。都是寂静欢喜，普观吉祥主夜山，得甚深自在乐意延音解脱门，
人献钱地了，献钱地的赡养。甚深自在乐意，他就含总两种意义，一者吉祥，二者呢是守护，又者是守字啊，守字，他这个法界品中。就是做守护意，守护意，守护意，要以意会呢，能增长的威力，普现吉祥啊，普现吉祥，在这个甚深自在的妙音解脱当中，它吉祥嘛，是妙吉祥嘛，解脱当中，这个妙吉祥不做文殊师利菩萨解释啊，每个菩萨都有这种意思。说实现的妙音，妙音就是乐意，乐意，妙音什么呢？言音嘛，言音就是你乐意，乐意，但是甚深自在，甚深自在，他说在寂静当中，凡是演夜间呢，都是静，静，寂静当中所有的智慧。是自在，是自在，普现吉祥，普现吉祥，这个主咒神呢，在一切事现的都是吉祥的，都是吉祥的，散发树华主业神，得光明满住广大欢喜藏解脱门，远行地的菩萨，远行地的菩萨。从那个初地欢喜地到远行地了，远行地是第七地的菩萨了，这一地一地的话，就是他走路走得很远很远的，到现在，因将成就了，说开佛一树花是因成就了，普发，普发啊，普发就是。出生的广大欢喜光明，欢喜明，菩萨无量的欢喜知足的光明，知足就是满足，能知如来善巧方便字，能知如来的善巧方便字，大福德微光，说叫光明，佛以福字满足嘛，用佛的福德智慧。满足一些众生心，这含着是无穷无尽的欢喜藏，藏者就是含着欢喜，平等平等护育主业神，得开悟，令众开悟众生，令成熟善根，那这个呢？是善财童子的不动地的善摇，大愿经济力来救护一些众生。这个法门嘛，叫教化众生，令生善根；教化众生，令他开悟；教化众生，令他成熟。这或者现神通，或者给他示现吉祥啊，调伏一些善根，令他生长。没有分别的平等互育，有济护精进，精进大愿啊。游戏快乐主业神，得救护众生无边慈解脱门，横遍救惑，念念修行，这是无边慈，无边慈，此是拔众生的痛苦，悲是给众生的快乐，无边慈啊，就是把众生的痛苦是无边的了，他这个慈力也无边，
因此呢叫游戏快乐，嗯，游戏快乐，嗯，动众生不住众生相，嗯，不是像我们要帮助别人，嗯，他又不接受你的帮助，嗯，你用尽好多心思，嗯，那帮助别人的时候生烦恼。我们有这个卦，有这情况没有啊？帮助别的道友，完了自己生烦恼了，为啥呢？人家不听，人家不受你的帮助，嗯，乃至于再说几句不好听的话，嗯，你听了就烦恼了，因为咱没到位啊，咱没到位，没到什么位呢？咱们那个慈悲呀、啊、还没到位呢，还没有念念九修啊。咱也不是常帮助人，咱得帮助人遇着缘了，遇着姻缘了，偶尔的帮助帮助别人，不是真心的了，不是全心全意的了。像这些大菩萨，他是全心全意的帮助一些众生了。我们现在就讲游戏快乐吧，就讲到这儿吧啊。下头第九啊，这个住根长喜诅咒神，他这文字很长，下头很有一段，还有一段很长的故事，留到下回讲吧。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。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，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，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。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，除了推广点灯供灯，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，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。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，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。成立至今，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供点36,767,314盏，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供1,803,2,215杯。希望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、善行与善德，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、真理、平等无争的光明。此外，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炬的优秀僧伽青年，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，无论南传、汉传、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，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。同时，在设伏方面，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，以及海外急难救助，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，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，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。而为改善国内皆有及贫户生活，
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，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，免费供应饮食，爱心素食免费便当。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免费结缘173万3488份便当，宣导吃素的意义，传扬人间慈爱温暖。此外，还有辅导街友就业、重新适应社会。近年来，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、老弱病苦关怀，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。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1889场。节目异动，9月4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播出《余茄堰口失实要集》，原节目暂停一次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宝忏暨余茄堰口法会，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，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。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 05-633-1565。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。从前有位修行人在山中修行，一天出山起时口渴得厉害，便喝了一口池塘里的水。他抬头一看，发现池塘中种满了荷花，不由得后悔了起来。啊，这池塘是有人照料的，我没有向主人说一声就喝了池水，等于是偷喝，犯了偷盗罪，来世会下地狱投生为牲畜，即使再投胎做人也只是奴仆，真是可怕啊。修行人心想，国王深信佛法，诚心奉佛修行，功德遍及全国各地，如果我现在求见他，请求宽恕，就可能在来世免受报应。于是修行人匆匆来到王宫求见国王。大王，我偷了人家东西，您惩罚我吧，我想今生就了结这些罪过，以免来世受罪。国王让他仔细叙述事情的经过，没等听完，国王便哈哈大笑。修行人，你喝的是自然之水，根本算不上犯罪，何必如此迂腐呢？大王，有房子才会有水井，有土才会有禾苗，没有告知房子和土地的主人就去喝井水或割禾苗，自然是偷窃的行为。大王，无论如何，请您一定要惩治我，减轻我的罪孽。国王经不起修行人再三央求，只好对修行人说，我还有急事需要立即处理，你先到后花园去，待一会儿我再派人找你吧。修行人被带到后花园等候，国事繁忙，国王完全忘记了修行人的事，直到第7天早晨，国王才猛然想起，连忙招呼侍卫，那位修行人还在吗？如果在，赶快请他来。那修行人在后花园连续待了6天，不吃不喝，耐心等候着。当他被带到国王面前时，已经身心俱疲，脚一软就整个人瘫倒在地上。国王看到这种情形，难过极了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唉，这是我的错，我竟然如此折磨修道又有德性的人，我以前所做的善事都抵消不了这一罪业。国王马上扶起修行人，并侍卫服侍沐浴，准备佳肴款待，并亲自给修行人夹菜盛饭。等修行人吃完，国王叩头忏悔，我是一国之君，百姓挨饿我难以下咽，百姓受冻我也感到寒冷，
如果说不事先招呼，仅喝几口水就算有罪的话，那么像我这样使修行人挨饿，才该受到重罚呀。贤士，我饶恕您，您以后再也不用为此事发愁了。承蒙大王施惠，我以后会加倍修行，以报答大王的恩德。修行人说完，如释重负地回到深山里修道去了。以后生生死死几度轮回，国王修行佛道，终于获得正果。但由于他曾经怠慢修行人整整六天，所以毕氏天王让他再苦修六年，得不到充分的饮食，备受苦难。六年过去，罪业消散，才圆满成佛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生命，是种生命。